10月31日，宋慧乔、宋仲基在韩国首尔新罗饭店举行婚礼，章子怡和苏芒到场出席，苏芒也在微博为一对新人送上祝福。苏芒表示，太阳的后裔，美好的爱情，祝福你们。宋仲基、宋慧乔幸福下去。他还晒出了在婚礼现场的照片，不仅有他和章子怡以一对新人的合影，还有所有成员集体合照，除了苏芒与章子怡、朴宝剑、李光洙、金喜善、Super Junior 成员李东海、刘亚仁、林昭焕、李贞贤、赵成夏、金钟国、宋智孝等嘉宾出席。太阳的后裔剧组也到场祝贺。宋仲基1985年9月19日出生于韩国大田广域市，韩国演员、主持人，2008年参演古装电影《双花店》，正式出道2009年担任音乐节目《音乐银行》主持人，同年成为艺能节目《Running Man》的固定嘉宾。2010年在古装剧《成金馆绯闻》中饰演巨龙和一角，凭借该剧获得 KBS 演技大赏最佳人气奖。2011年因在古装历史剧《树大根深》中饰演青年世宗而获得 SBS 演技大赏 PD 奖。